拄着拐杖，缓慢的行走，来自印尼的诺伯，自从手术感染，移除髋关节后，将近五年没有行走。经过骨科医疗团队的努力，让他能够再度站起来。I know my darling. So I got operated, and it was excellent. I woke up without any pain, with no problems at all. A bit thirsty, okay, about this narcosis stuff, but it was not bad at all. You know, very very lovely. 从检查影像来看，诺伯的骨头缺损严重，加上原本的骨水泥植入很深，不仅要移除骨水泥，还要再重新植入髋关节，手术困难度相当高。骨科医疗团队透过新仪器辅助，降低并发症。这个超声波器械可以在比较不伤害骨头的情况之下，来把骨水泥清除。 那过程当中，我们很小心的一再使用手术当中的X 光来确认，我们并没有伤害到骨头。 Good morning, Dr. Chen. 手术后一个月，诺伯康复，准备返回巴厘岛。医院送上祝福，彼此相互感恩，能够为患者把苦与乐，就是对辛勤付出的医疗团队一大肯定。大爱新闻台北新店综合报道。